按小铃铛，按小铃铛，按小铃铛，还有不要忘记按小铃铛。OK， 一束花，为什么要买一束花呢？等一下我跟大家讲啊，呀，送给谁呢？当然是送给June。大家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呢，应该已经过了很久，这个影片应该会雪藏很久，直到可能十年后才会公布。所以呢，今天就要拍摄的就是我跟June姐呢，就是交往了。满一个月，今天是刚好满一个月，然后我决定要给他一个惊喜，就是送他一束花，然后呢，帮他 plan 一个有没有非常难忘的这个周末。好，我们等一下看他会不会开心。Let's go。Hello， 哇，今天穿得很漂亮。很久没有穿了，然后我竟然可以穿呢，受不了，受不了。哎，哎呀，没有穿的鞋子，白鞋子呢。嗨，哇，谢谢。哇，对啊，我刚才特别去买的。啊，谢谢。OK， 喜欢吧？谢谢，喜欢。Love you。哇，今天选位置先。哎，他有在这里，他怎么还是输了的？可以，吃一口。哇！这个我要嚼。啊，嚼了你嚼了，你不要管我。好。妈呀！咦，他说他在他家那个的呀，没关系。我这个很韩式啊，对啊，这边哦，等一下他会他会焦焦，你要快点焦。那个我们吃啊，那个，我刚拿一个碗，放点很少少的东西，你还记得吗？那天我们碰了，太少了。饱吗？不饱，你焦小样的东西。我觉得你会不饱啊，你可以拿这个来吃，因为太多饭了。哈哈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还叫我吃饭，有没有搞错？没事啦，你不要太快吃，你不要太饿了。哦，我慢慢吃嘛。嗯，饿了什么？慢慢吃。这个假炸鸡很好吃。那这炸鸡就是鸡饭吧？啊，这是假鸡饭，很好吃，真的，很好吃，真的。吃来看。它的那个鸡很没有素的感觉。说很像鸡肉，是是是，还是能烧鸡饭呢？你这叫烧鸡饭，很好吃，好吃。可以嘞，真的可以嘞。是吧？我在看他的照片，很开胃吗？哇，做得很像，真的很像。可以啊，我可以吃啊，可以吃啊。可以，我可以吃素啊，我可以吃素啊 ，OK 啊。可是其实如果你要吃的健康啊，真正是吃蔬菜。啊，对啊，有点小小加工啊。还是不香，不香不香，真的没有那种感觉。因为我很怕素的原因，是因为它有那个很明面粉很明显的那个假的味道。那个，嗯，有没有？完全没有那个怪怪的那种素的那种怪怪的味道。OK 哦，真的 OK 哦，这是什么来的？这个应该叫做辅助皮呀、啊。
是哦。各位观众，你不惊叹，你还真的以为是像小不起。会不健康吗？你的饭就不要吃完了，你就可以再吃。可是他饭很好吃哎，不好看。可是对一些人来讲，可能太干了啦。可是对我来讲很好哎。香啊，很香哦。嗯。所以有点想吃完了。好。OK 的，喜欢我们的影片吗？喜欢的话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点赞小铃铛，哎，讲对啊，顺序有点错，但是讲对啊，说，先拜拜，拜拜。